谢谢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你好像白雪公主啊。一进来就先赞美一番。27号上午，新竹市长高虹安率领市府议会团队到立法院拜会国民党团，立法院长韩国瑜也亲自出席。我跟会长这边来看一下大家，来。原本早上10点到11点都有行程而没要出席的立法院长韩国瑜，最终仍然到场，给足了面子。高虹安当然也要抓住机会，要拜托韩国瑜听听新竹市民的声音。院长愿意来倾听了解都是非常好的事情，但是就我们以前在立法院的就是经验来说的话，可能院长会比较就是还是尊重各党团自主，或者是每一个委员的提案权。今天实在是团体太多了，现在八大议事工会现在也在请愿，也是卫健保的问题啊，然后这个早上这个香港很多，今天活动很多，我没办法陪大家太长时间，行程实在太满，但承诺不会忽略新竹市的声音。毕竟接下来国会战场就是财化法修法，但如果按照国民党版本，新竹市的分配税款将会变成全国倒数。我们的财政处就各个版本各个县市的情况都有做出大表的分析，所以就越分析越伤心。就每一个版本看起来新竹市的那个不管是说分成的数字或者是什么，都是就是在末段版。这趟北上城陈情做足了功课，因为不止拜会国民党团，也先到民众党团。我们一年呢，新竹市可以上缴的国税有高达将近2900亿，我们却没有得到相对应对于财政努力的一个贡献。对中央的经费分配，似乎有好多话想说，亲自北上陈情，就盼能被重视，回到新竹市才好给个交代。TVBS 华政沈仲轩 SNG 小组台北采访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